饮料，还有冰块。我知道了。好的，根据我的推理呢，犯人是利用柯南第191集生死一瞬间黑衣骑士里面的手法杀掉阿神的。我们现在来实验看看他到底怎么办到的吧。李小姐姐，我死得好冤。不要难过，我现在来帮你破解犯人的手法。我是按照血啦。你平常是不是有咬冰块的习惯？哼，你是被放在冰块里面的氰酸钾杀死的。钾，氰酸钾。那我们一起来实验看看，这些就是犯人用来杀死你的道具。冰块，冰块。我被冰块杀死。你被冰块，还有这个是。被冰块杀死。对，我被冰块杀死。死的好惨哦、喔。还有什么啊？还有这个是杏仁，但是我们用它来代替犯人用的氰酸钾。哦，所以我不用再死一次了。对。你在干嘛？我在示范犯人的手法。你是说他拿这个东西嘟我？他拿这个东西把冰块戳一个洞，然后再把氰酸钾放进去。哦、啊，所以我是被氰酸钾杀死的。对，我过了五分钟才知道我是被这种东西杀死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事情？你在还原犯人的手法吗？对，我现在呢要。你是犯人吗？不是犯人。那你怎么知道犯人是这么做的？因为我会推理。这个手势好奇怪。啊，看起来你真的不像犯人。是我第一次尝试，有点手生。我们把螺丝起子加热之后，就可以再用它在冰块上面戳一个洞。可是这样子没有道理啊！你这样戳了一个洞的话，你杏仁放进去，杏仁不是会掉出来？然后再用水再把它冰一次。太搞纲了吧！他是多想我死啊！他杀一个人，当然要用心一点嘛。好像不够热，再来一次，觉得好久哦。哎，火不见了。感觉够了哦，有没有有看到一个洞吗？有，它就是这样子吧。嗯，哎、欸，这个杏仁有点大片，氰酸钾，我们剪一半，这样就够了，这样就够了、哎。好，它就是这样子把氰酸钾塞进去的是吗？是的。然后我们再把它加水，哦、再拿去冰。好，这就是犯人用来杀死你的道具。我就是被这种东西杀死的吗？他把氰酸钾很好的包覆在冰块里面。然后把它放在饮料里面。对，然后你喝饮料的时候，你就会不由自主想要咬冰块。可恶，秋天是谁？下午的时候，对，我有喝饮料。对，犯人就是看老板，是老板，我就知道，一定是老板。老板，他暴走了。凶手其实不是老板，我们带大家去看看真正的凶手到底是谁。凶手就是你。我不是故意的吧？谁叫他一直爸爸的叫？熊宝们会喜欢，熊宝们，宝们会喜欢，宝们，熊宝们会喜欢，熊宝们会喜欢。我前男友他就叫爸爸，他一直让我想到他，想到悲伤的回忆。爸爸。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帮我们按个喜欢，然后也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有留言告诉我们你们还想看名侦探明血去破解哪一个案件呢？一人一个喜欢，一人一个喜欢，救救阿神，救救阿神，救救八婆，阿神你在这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